领先三分了。好，安迪 King， 对方有一个 King 啊，也不好打。火术是玛丽，中间是雅典娜，手里是板球力，也有一个主力。火球弱，你今天晚上没吃饱饭吗？好。BJ 出了一个无脑升龙，给了火柱的最后一个这个机会，一定把握住。好，蜘蛛菇一断进板边，两个蜘蛛菇废了他两条胳膊，现在浑身弱一次，再把安迪的腰废掉，玛丽台风取消，但是打不死啊，不是暴击板。哎，跳什么？不要跳，这是干嘛呀？想了一点多啊，想出当身，终于是抓到对方一个波动拳的一个破绽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是不是交作业了，有点虚啊。好的，前冲影跳一个 CD， 再吹飞，第二次影跳 CD 命中三个，下重脚不接下重脚，而是直接确认出一个乱舞超杀了。升龙一段水晶闪光取消，眼亮如果射的话他就把他打死了，你看真的是啊。感谢上帝使徒的神秘花轮，我都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路过，不是你肯定不是路过，你这特别来给我捧场的，撑场面的啊！加油啊，加油！感谢 Smile ZC 的爱戴520，谢谢 Smile 兄弟的520啊！破费了，破费了！上帝使徒的神秘花园，嗯，这是你见过最菜的了，这也是我见过火柱打三问打 BJ 最拉的一次了，最拉的一次了。八神了，这次运气不错，好算有一个八神，但对面的话是三个人啊。好，重手红福音取消，这是不是暴走啊？来，坚持住啊，慢热型选手。四期暴击砖资源，这里是麦克反超值必杀技。好，后面还可以再次追加一个攻击，爪松小松龙取消爪子，没毛病，拿下了真无，看到对方舍勒切赫是没毛病的了。比赛打现在大家看的都是很郁闷，赛总是有输有赢的，他现在需要一个调整，我估计现在是今天晚上估计他交完作业来打比赛了。天堂之眼确认出来，那现在再接葵花奇云推倒，八字女跟上，舍勒切赫血量已经没有他多了。舍勒切赫用下重拳破小跳压制，杜泽追加一个灵之手超杀八字女跑掉，后 AB 取消，助词一个零之处，结果还是没有被翻盘。